现在是晚上的10:35，25号了，打算一个星期把数据结构搞完的，应该是搞不完了，差不多5天应该能学一大半，如果拼个命，我感觉还是能搞完的，拼个命搞完还是行的。今天干嘛了呢？早晨哦，昨天熬夜了，本来打算10:30，10:30睡觉呢，不是什么玩意儿，12:50左右睡觉呢，然后一熬呢。昨天出来转一下，回去想着什么，玩一会儿吧。到了11，等到12点多了呢，又想着1:30就1:30了。最后1:30，最后4点多睡的觉，早晨凌晨4点多睡的觉。现在熬夜真是没感觉了。之前熬夜给我一种解脱感，比如说白天压力大，但是现在就生活呀，我他妈的不工作的时候就是生活，唉，不工作的时候就生活，那这有什么好解压的呢？我只会把第二天的工作挤掉，而且会把第二天的生活也挤掉。像今天中午我下午1:30起床的，睡了睡了8个小时，一天睡了8个小时，9个小时。平常我睡6个小时，也就是我亏了3个小时，而且夜里有什么爽的呀？一点都不爽，熬夜也没有什么释怀感，一点都不爽啊。看看这看看那，打个游戏到最后看看这看看那的，无聊死了。真不如比如说中午结束了打2局游戏，等一下再像工作一样的就学习嘛。现在熬夜是真没劲，我都没有。之前我没有不熬夜的动力，现在都没有熬夜的动力了，都是我想着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没有了，重复了，像坐牢似的，坐到凌晨，然后再睡觉，再刷牙什么玩意儿的，而且把白天的精神弄得不好，如果不睡得很时间长的话，主要还伤身体。我不怎么怕伤身体的，因为，现在还不锻炼身体了。准备等着。作息规律的时候跑跑步什么的，不跑步就算了，反正每节课下课走2步。还有我刚才想到什么走到岔路啊，走到岔路什么的，看见2个岔嘛，南面这个岔不是往这边走吗？北面那个岔就是那一个岔呀，最多有这2个岔组成的夹角啊，最多也不到45度。但是你走错了呢，就会做很多无用功，就像我平常感觉哪个新奇了就去做了，结果呢浪费时间不说吧。浪费时间肯定得说，因为就人就是由时间组成的嘛。
所以别傻逼着，你只要强迫自己按照目的，执行就行了。嗯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哎，说，嗨，别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，这不好说啊，哼，虽然是网上吧，也没能看到，但总是不好说的。女人的事儿就不说了。嗯，想想呀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世界上并没有规则，规则是你脑子里的东西，所以你只要够强大，规则就是你强制制定在你脑中的，就像你脑中有个。像行政机关的一样的东西，它弱小，你就会得适应这个规则、那个规则，什么玩意儿的。它强大的很了的话呢，它就会改变那些映射在你脑中的规则，重新塑造它，打破一些或者改造一些。我的 B 发型让耳机压的，所以，还有就是那这样讲的话，平常你就不用在乎什么规则了，反正你只要知道你后来变得强大了，你后来变得强大了，现在的规则都是个屁。不要什么想着什么别人的看法，什么玩意儿的，你不应该那样，你不应该这样的。还没屌用，没屌用。你到最后你对，就算你这样按着别人的来了，到最后照样是个废物。不按别人的来呢，还好一些，至少你爽了。你到最后没成功，没变强，你至少爽了。还有，这样也是你。我靠，真鸡巴吓人。这样你这也是你变强的必经之路。唉，哈哈，人得补充东西。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了，人得补充东西，得用心的。比如说之前我看了什么夏总和曹操是什么玩意儿的，又给我了什么这一段路的方向了。你不补充东西呢，不可能有新的方向的。这补充东西呢？会征服你，或者大幅度影响你后来的心理想法，什么玩意儿的？就像曹操的，我看了曹操，先看了曹操的，那个什么项羽的那节课，对我影响没有曹操大，但是他的什么"时不利兮骓不逝"呢，影响力也挺大的，"时不利兮骓不逝"。你别抱怨了，还有那个电影，那个什么"荒蛮故事"还是哪个电影啊？就是一个40多岁的蓝领吧，哦，算是白领。等40岁呢，他什么停个车还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就停车让拖车公司弄走了，他去投诉什么玩意儿的。当时他就嫌这形式主义太严峻了。形式主义一套一套的，太恶心人了，就去投诉什么，又投诉什么。到最后呢，他在回家了呢，他老婆在那，他也投诉什么什么，而且还好像当时还没钱，没怎么有钱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什么公司里面的高级，相当于领导之类的。原来他那么没有钱回归正题，就是他正在，他正。他没钱，他抱怨什么玩意儿的？他老婆呢？说什么？你他妈了个逼的！你妈了个逼的！你40多岁了还抱怨吗？你40多岁啊？当时我他妈的就想着，我他妈的40岁的时候还抱怨吗？啊！你他妈了个逼的！你这20年干嘛去了？你他妈的，等你40岁的时候还在抱怨，那你这前20年你吃屎去了。后来呢，
我再想想呢，那我现在也不应该抱怨了。你现在抱怨个屁啊，有屌用啊？抱怨个屁有屌用啊？你想什么了？你能给别人说死呀？就像老太婆吵架似的，还有屁用啊？哎，这还绕的多了。本来我想讲一下什么，夏总的，还是再回归主线，不是刚才的正题，也不是正题了。回主线是夏总讲的曹操，就是你的得目的性强，结果导向，想着什么别鸡巴的想着什么，别鸡巴的天天想着过程一样的东西，行者无情不？还有我看他哔哩哔哩上的什么改编的，歌的视频，也学会了行者无情不？行者无情不是真牛逼呀、啊！我现在想着是对我影响是真大。人就不能停的，人是事儿组成的，人的命，不是这一辈子是事儿组成的。你他妈的停了，你，哎，你这不是把一辈子往，是直接丢了吗？对吧？回去了，现在还有12分钟就得到寝室，唉。今天录的长哎，我总结来说呢，今天也没什么想法，录屏如果能暂停就好，算了，今天录长，当后半段是废话吧，只要我不说话都是废话了，都是浪费的时间了。想一想哈，之后呢还是不能停的，就像不过我现在还真没有什么没有之前的听个曹操就劲儿大了，又消失了。我是疲于改变，讨厌改变，得想个办法变。比如说你想法上又有强力了，我现在又没强力了，跟曹操学，曹操。想着就去做，目的性强，什么什么的，目的性强，这个逼样子的，哎，天天个逼样子。明天几点？我明天起床都鸡巴是个问题。等一下把 VS Code 的怎么的搞好，今天就弄个鸡巴笔记，别拖到明天了。还有什么呢？五天，这五天呢，就使劲的，搞这个什么数据结构了，使劲的搞，就是你他妈的别鸡巴想其他事儿了，除非你休息的时候，打个游戏，什么工作的时候，无论用什么看个视频什么玩意儿的，或者看个什么 Twitch， 直播什么玩意儿的，然后呢？一直刷视频，怎么写代码就完了？哈哈，亮光了，我靠！
我看，等一下别来不及了，我靠！40个小时，2倍速，二十个小时，一天4个小时吧。写代码什么玩意儿的，上课的话，星期一也没课，明天也没课，所以我感觉明天如果学8个小时的话，我靠，这他妈的，如果我挤时间，肯定能挤出来，但我没有什么动力，哎，又是这个逼动力啊，这人是有动力跟没动力的人啊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哎，冲劲儿，哪再给我冲劲儿啊？我想一下呀。哈，我靠，哈哈，那个逼刘海儿，感觉要秃顶了，头发稀呀、啊！我日，哈哈，又拿起来我跟维荣武学的什么万字，哈哈，哎。刚才来的时候我想起来了，他妈的记忆啊，就像之前的驱走记忆啊，我虽然是丢掉了，比如说时不时想起来了，也是想起来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儿，我会说一句我是个傻逼一样的句子，以代表对之前的什么愚蠢的行为做出总结之类的。现在呢想起来就是现在想起来就是像，几年前的聊天记录一样，大家的什么二逼话呢，混在一起，没屌用的，谁都不关心，哎，真没人在意 ，Who cares？ 我靠，今天录的时间长哎，算了，回去晚了该，幸亏我买了个什么逼。滴水壶，现在还有什么呀？要等一下没什么了就不说了，等一下都快到学校了。从下面看太鸡巴土了。结束吧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拜。